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arky， 我哋今日继续翻嚟我哋恶狼游戏，系冇错，我哋今日继续我哋嘅特别任务故事。我哋居 OK 新的一天系冇错，依家已经第二日嚟噶啦。好，咁废话唔多讲，我哋今日夜晚我希望够时间可以处理我四张佢啦，唔够都算数啦。咁废话唔多讲，我哋继续我哋嘅 episode。Five， 至今为止的故事，囚卡七老狼卡伦泰罗准备用岩石去杀人，然后为了将罪名归咎于建南，做了伪装工作。他先准备了一封假信，引导建南去淋浴，然后偷走了建南所着的恤衫，烧毁了恤衫的同时，特登留低一部分。咁一嚟就会俾人哋觉得建南喺杀人之后，为咗唔俾人发现，将染咗血嘅恤衫处理咗。轮胎人嘅伪装工作到此结束。好啦，咁样嘅话，就算我用石头打死目标，冇着恤衫嘅小勇建南，都会帮我顶咗罪咯。而家我要做嘅就系选好目标下手。然后慢慢开始做准备，我攞得咗成为空气嘅岩石，为咗避免露出块面，戴好可以遮住块面嘅面具，着住黑色嘅连衣帽，连帽衣，而且以防万一，将电击枪摆喺口袋入边。呢个电击枪系事先隐藏喺隐藏房，系事先摆咗喺隐藏房间入边做准备嘅。虽然话用石头打死，但如果对方抵抗嘅话，计划就会泡汤噶啦。所以我想用电击枪令到目标无法动弹。好啦，咁就准备好啦。我闭住呼吸走出咗隐藏房间，走廊面静悄悄，参加者都好似瞓着咗。我要快啲决定复仇嘅对象。嗯，觉得有人望住我，唔系后面有人跟踪我，冇睇错，走廊嘅阴影处的确匿埋咗一个人，系咪雪城呢？啱啱好就怼冧佢啦，喺走廊嘅拐角处理咗佢咪得咯？哇，系雪城，冇谂过呢个胆小嘅人竟会跟踪我，好啦。就杀佢啦！停手，唔好杀我！走得几快喎，喺我慢慢咁吹上去啦，然后就杀咗你。之后我将雪城逼入厨房，咁人喺边呢？喺嗰个架入边啊！即使你进行反击，我都会用一个电击枪将佢电晕嘅。停手啊！呢条友为咗引起人注意，竟然喺度嗌，咁扑街啊！死啊！切！冇谂过雪城会采取咁大胆嘅行动，仲以为佢一个细胆鬼喺度抵咗。我要快啲决定下一个目标。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你咩声？好似系独立病房传嚟嘅，呢度有人喺度。於是我在獨立病房門前窺探下入面的情況。這個是托托也是睡著了？是的，這不是挺好嗎？要復仇的話找你是最合適的。然後我慢慢地潛入了獨立病房，是不是探索開始呢？進入房間之後，我見到托托也睡著了。托托也在案發那天，他和我家人坐了一架车，在如日发癫的时候，他第一个逃入隔离车厢，他留下了我们家人，闩了车门，而且还羞辱我们。我见到他在闩了门的另外一边，用智能手机影了全个过程，那个瞬间的愤怒令我至今都没办法忘记。后来我还发现他将拍咗嘅嘢放咗入微博，
企图博关注呢条友所做嘅事，我冇可能会原谅。佢竟然咁样骚我嘅爸爸妈妈，啊！太好啦，我终于可以真心进行报仇啦！我终于可以尽情咁释放住一直忍耐嘅愤怒啦！家林，我拎住电击枪嘅手开始颤抖。呢啲唔系因为恐惧，而系兴奋引起嘅颤抖。呢一点我好清楚。好啦，首先用电击枪将佢电晕。为咗唔发出声音，我要慢慢咁接近佢。佢仲未注意到我嘅存在，于是我一鼓作气咁冲过去，对佢使用咗电击枪。佢就咁晕咗。为咗唔俾佢走，我将佢绑起咗，等佢瞓落地下。过咗一阵之后，佢擘大咗对眼。我而家就将塞住毛巾嘅塞住个嘴嘅毛巾除咗佢，但系你如果嗌嘅话，我就会即刻杀咗你，明唔明啊？然后我将封口用嘅毛巾戴开咗，讲唔好杀我，放过我啊！你记唔记得五年前嗰件事？五年前，系啊，五年前喺某一架电车入面发生咗连环杀人案，当时嘅你都喺依架电车上面咯。你仲记得我嗬？然后我摸咗面具，伦太郎，唉，我就系今次嘅狼。求下你啊，唔好杀我，我绝对唔会同其他人讲你系狼噶。因为咁啊，我而家帮你啊。好冇，放咗我，只要我哋两个齐手，一定可以有力咁进行游戏嘅。我唔需要你帮手。咩啊？因为我就系恶狼游戏嘅主办者。咩啊？你系认真噶？我梗系认真噶啦。喂，土屋拓也，年前嘅杀人事件嗰日，你就喺电车上面啦，而且仲派咗佢家人。你的家人，你唔通系？系啊，当时被杀的人就是我爸爸妈妈，而就我就是呢场杀人案的生存者。你唔好同我讲，你唔记得咗啊？因为我是一啲都冇忘记过的。当时喺电车门外的你，攞起手机进行拍摄个人。我边度有错啊？错的就是杀人犯啦，唔系。你同佢同罪，对我嚟讲，你系犯人定系你，我都一样咁真。点会啊？当时点解你唔开门？点解要对我哋见死不救啊？当时边个敢开门？外面系杀人犯啊！冇错啊！而且你哋先至系自作自受啊嘛？咩啊？因为你哋嘅父母系保护唔敢走嘅，你哋先至俾人杀噶嘛？你哋嘅父母俾人杀，你都有错啦。而且，但系你而家将错赖喺我哋头上面，咁样做会唔会自私咗啲啊？屌你老母系！而且死去相亲都唔希望你进行复仇嘛？死去嘅我嘅相亲，系啊！如果佢见到你咁样嘅话，一定会伤心到喊出嚟嘅。你呢种人冇权利代表我父母讲嘢。我再次攞出电击枪，戳喺身上。停手！呢种人，你仲识条铁咩？我嘅憎恨，你永远冇办法理解。停手啊！我收翻电击枪，攞出有事先准备好嘅鱼缸入面嘅石头。好啦，之后。就应该要俾你最后一击啦！停手，去死啦！正想我想挥到颜色嘅嗰瞬间，停手，救我！我再次捉实咗手中嘅颜色，佢扭曲面近在眼前，呢一件事。嘅场景喺脑入边回放，犯人嘅身影同埋我自己身影重叠咗喺一齐，杀咗佢，杀咗佢啊！我将力量集中喺捉石头嘅手上面，
消失咗佢，我就去报仇啦。但系咁真系好咩？喺复仇之后嘅我哋，仲有啲咩希望？只我忍耐，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。但系，你点忍耐都好，爸爸妈妈会翻嚟啦。唔好，你咁谂嘢啊！唔准心软，唔准迷茫啦！一切系结束噶啦。嗱，唔杀一定系 bad end， 唔使睇嘅，我就怼冧佢。啊！我好似发癫咁样，昏咁旧醒，去死啦！愤怒嘅情感灌满全身，我无数次将石头砸向佢面，一边打一边流住眼泪，一边喺度打，已经冇办法停手啦。好，注意到嘅时候，我的身体已经被唾液染到通红。我终于亲手杀咗人。你睇下，你同我果然好似啊！你系藤太郎，你终于肯回归真实嘅自我啦！真实嘅自我，系啊，充满仇恨、憎恨嘅影子先至系你啊！唔系呢个，唔系真正嘅我，唔系，呢个就系真正嘅藤太郎。唔系啊，唔啱，边度唔啱啊？人系你杀噶、啊。好好望住啦，你睇下，我唔会放过你，系咪心有？点解？我系俾你杀死的，先至唔系啊！怪就怪你自己冇好好医病人啊！你明明一啲都唔理解我，净系将自己嘅憎恨单方面咁强加于人哋。你這个杀人犯，开膛美宝，好痛啊！托托呀，点解？睇下，林太郎，呢三个人都系你杀噶，唔系啊，就系啊，林太郎，佢哋全部都死喺你手上面，唔系嘅，唔系咁嘅，呢个唔系我嘅错，林太郎。林太郎，快啲擘大对眼啦！就系啊，林太郎，点解你又瞓着咗噶？难得我哋全都一齐出门啊！姐姐，真系啊，瞓到懵咗啊嘛！快啲起身啦！哦，好啦，林太郎望住完成学校嘅事已经好攰噶啦。系啊，姐姐会唔会精神咗啲啊？嘿嘿，因为我值得期待住今日啊嘛，系咪啊，妈妈？冇错啊！今日考虑一家久违嘅出游日，我同姐姐成为咗中学生之后，因为学习同埋社团活动，逐渐变得忙碌起嚟，因此全家人出去玩嘅机会都少咗。OK， 唔好意思翻嚟，今日电车嘅人好少啊。系啊，我哋全屋都有座位，实在太好啦。电车入边借得。屈指可数的几个乘客，好耐都冇试过好似咁样，全都坐住电车出门口啦。啊，系啊，以前我哋成日都咁样出去玩噶啦。当时我哋去嘅游乐园实在太有趣啦，有时间嘅话一定会再去多次噶。系啊。好啦，咁下个休息日就去游乐园啦。系好啦，就喺大家倾到好开心嘅时候。离我哋不远有个男人企咗起身。呢个系咩啊？我注视住嗰个企起身嘅男人，然后发现佢手上面拎住把菜刀。呢个系发生咗咩？妈妈，我喺度啊！你点解要同人哋一齐啊？呢啲人系边个？等先，呢个人发生咩事？睇下好奇怪，大家离远啲。攞住菜刀嘅男子继续靠近我哋，周围乘客都注意到呢个状况，大家迅速起身去反方向嘅车厢入面逃逸。喂，林太郎，微笑，你老事啊嘛？
入到嘛？我同姐姐因为突然间发生嘅恐怖之事，喐都唔敢喐。老公，保护翻啲细路先啊！讲完之后，妈妈就走到去对咗车身门前，然而车身门前嗰三个男女死死咁压住咗喺度，请救啊！我哋点解唔开门啊？至少救下啲细路啊！妈妈拼命咁样要求对面开门，但系门冇打开到。轮太郎，美少，你快啲行到去妈妈嗰边啦！爸爸一边催促我哋，一边走去祈祷男士。轮太郎，姐姐，我哋快啲行去妈妈嗰边啦！听完姐姐嘅话之后，我终于鼓起咗勇气，企咗起身，然后我哋迅速咁样行到去妈妈所在嘅门前。就喺个时候，你做乜嘢？快将财刀放低！就系你将妈妈夺走嘅，唔好接近我妈妈。我哋转个头面睇情况，然而我哋见到嘅，写得倒喺血泊入边嘅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冇应我哋。点解我会攞住菜刀嘅？唉，算啦，唔理啦。喂，妈妈，快啲睇住我，我系为咗妈妈先咁努力噶。嗰个男子去主面行过嚟，轮太郎，微笑，快过嚟。听到妈妈嘅叫呼叫声，我系再次后退咗几步，但系身后嘅列车门完全冇想开嘅迹象。点解啊？点解要走啊？迟到嘅男子逐渐逼近，我好惊啊！冇惊，妈妈会保护你哋嘅，你哋匿我身后先啦。然而男子越嚟越近，冇办法，无处可逃嘅我哋，只系可以揽埋一嚿，睇住男子屈曲嘅脸越嚟越清晰。呢啲都系咩啊？系发生咩事啊？明明啱啱。我哋仲喺度好快乐咁倾紧偈，男子已经行过嚟，我回个头睇身后嘅车厢门，点解唔开门啊？我拼命敲住道门，即使系咁样，对面嗰三个人都冇开门，唔得啦，冇啦，就喺个时候，停手啊！求下你哋啦，求下你啦，放过我哋啦，至少放过呢啲细路，妈妈。你又讲乜嘢啊？妈妈嘅细路值得我嘛？系我系鱼人。你做咩？我唔系你妈妈喎。求你啦，唔好接近我。点解啊？点解你净系对我先咁嬲啊？点解啊？点解一直打我啊？明明之前都系咁温柔，求下你啦，快变翻原来嗰个温柔嘅妈妈啦！继续温柔咁抚摸住我个头啊！你。唔好过嚟！唔知点解，妈妈唔知点解，个男子突然间开口同妈妈讲嘢。男子手上嘅菜刀仲沾住爸爸嘅血。我同姐姐都俾眼前依副景象吓傻咗，动弹不得。妈妈见到之后，直接将你抱喺怀入边。妈妈，唔使惊噶。妈妈一定会保护你哋嘅，点解唔肯望我啊？睇住我对眼啊！我都系人，系活生生嘅人啊！妈妈，小心后面啊！妈妈危险啊！妈妈，恶人噶嘛？妈妈血好温暖啊！啊，妈妈，你终于愿意斩我啦！妈妈，再多赞下我，停手，再多咁赞下我，啊，好幸福啊！我而家终于得到咗幸福啦，冇啊，妈妈，啊！下一瞬间我醒咗，啱啱嘅系。梦，嗰条友咧？
望过四周，那个男子已经消失了，眼前只得喐都唔喐嘅同屋台嘅尸体。你同我好似啊？呢名男子嘅话喺我嘅脑海入边不断回响。我冇办法原谅佢哋。我好，我喺度后悔紧啲乜嘢啊？好唔容易先进行咗报仇，呢个系一直盼望嘅事情。我而家唔系做到啦咩？吓！下一瞬间，大量嘅眼泪夺眶而出。系咩啊？眼泪啊！因为成就咁，定系后悔啊？然后我注意到，即使亲手咁完成咗梦寐以求嘅报仇，我嘅内心嘅空虚都冇俾人填满。喺我咁谂嘅时候，身体就开始颤抖。可能系因为我终于了解自己做出嘅事，先至颤抖啦。总之，翻隐藏房间先啦。硬系觉得呼吸有啲困难，要快啲翻去，快啲翻去姐姐身边啊！趁冇人。我戴好咗面具，慢慢咁返去，沿途将手中嘅岩石重新放返去植物室嘅鱼缸入面，之后迅速咁引入咗去隐藏房间。唔知我要冷静啲。我除低咗连帽衫，这个时候。轮太郎，你冇嘢啊嘛？你起身去系冇受伤啊嘛？冇事啊，冇事啊，姐姐。呢啲唔系我嘅血，系咁样啦。你冇受伤就得啦。咁呢个血系呢个系嗰阵时候无意识、无意间咁见到自己嘅手，我嘅双手被余下血染红。系、啊，我将。鱼啊屌我将托也杀咗喎。其实我是狼。我杀咗人啊啱啱杀咗嘅。轮太郎姐姐好难受。难以呼吸嘅我连讲嘢都极度困难。轮太郎你冇事吗轮太郎见到你个样子，姐姐都混乱咗起嚟。然后姐姐用力握住我嘅手，姐姐嘅手好温暖啊！上一次握住姐姐嘅手系咩时候呢？系我仲系细路仔嘅时候，我系觉得好令人怀念啊！毁杀！喺个十分闪耀嘅炎热夏天。我一个人带住暴虫网嚟到附近嘅森林，哦，呢个系接住 episode 1嘅故事。终于到啦，好啦，开始搵独角先啦。为咗完成暑期作业嘅自由研究，我想研究独角仙。于是我嚟到咗独角仙所在嘅森林，喺片森林入面一定有独角仙嘅存在啦。我要捉住超大嘅独角仙，等姐姐吓大吃一惊。然后我入咗森林，探索正式开始重要嘅回忆。有个牌插咗喺度，上面写住前方有斜坡，小心脚下。好似好难明嘅字，唔知系咩意思喎、啊。哇顶你啊！唔怪之得啦吓，佢老母咁担心。地下有个树枝。是啦，我带了图鉴啊，上面画手写住了独角仙可能在这个地方的。找到了，独角仙喜欢，是咯，我没记错是树翼，喜欢留在有树翼的树上面的。树翼，好，直接找有树翼冒出的树啦。没记错，最多树翼冒出的树，没记错啦，应该是松树。嗱，这个呢这个是蜜糖，之后这个是雀 WTF 树翼呢，不是应该表面看不出的，算了，这个才是树翼。哦，找到独角仙了，我两个功法就可以找到，好了，快点去捉它咯。然后拿了大的捕虫网，看住你、好像不行啊，独角仙所在的地方太高了，摸不到啊，难道要放弃？
但系好唔容易先揾到噶，我一定要捉到佢。不过要点捉啊？而有盐蛇喺度，啊系蜥蜴啊，真系好型啊！系啦，捉住佢咯，慢慢咁样接近。啊，走咗啦！蜥蜴走得真系好快啊！唔系，而家唔系做呢种事嘅时候啊。系一个树干，而家度好似冇读过先喎，快啲换个地方睇下啦。OK， 呢个系有一次截断咗个竹竿，系咯，将呢个竹竿入边，即系将呢个竹竿连接到去保存网上面，就可以捉到喺高处嘅独角仙啦。而家只要揾可以连接用嘅道具就得啦，道具喺边啦？故事都有发展嚟。路上面有一滩积水，系寻日落雨形成嘅水凼啊！要小心唔好踩到啊！啊，系蜂窦啊！要慢慢走过去，费事俾蜜蜂咬到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我仲以为你想攞，你想攞嘢黐住佢。所以支树枝想做乜嘢？呢度有个窿，系咩动物嘅巢穴啊？呢度应该冇独角仙噶。所以要找什么黐住佢啦？啲花周围有蝴蝶飞舞，好靓啊！唔好意思，我发啊，唉，又断咗，不算啦，真系好靓啊！呢度有独角仙啊？好似冇啊！屌，究竟要？系我揸去自行车啊！我要快啲捉到独角仙，要天黑之前翻去啊！好啦，我要努力啦。点样呢？雀仔。哇，雀仔哦，真好得意啊！果然森林系令人哋舒服噶。屌，正常啲讲嘢都唔得。啊，牌上面有铁丝，铁丝。用呢个铁丝嘅话，握下手就可以将竹同埋，哇！但系啲铁丝利噶喎，屌！都仲冇连埋一齐啦！喂，唔好嘈我。我真系好憎我阿妹，我真系好憎我阿妹。我要讲三次。OK， 好啦，快啲试下啦。好啦，成功咗啦！咁一嚟长度就足够啦，就可以捉到独角仙啦。佢自己都唔知点玩。KK， 我哋而家就去啦。好，我肯定可以捉到独角仙噶。嘿咻！长度啱啱好啊，但系虽然够长，但我哋要行入点先捉到噶。我望住脚下，呢度系个斜坡，如果再向前行，下手会跌落去噶。但系好唔容易先准备到呢个地步，我哋要捉住佢。好，上啦！然后小心翼翼咁探出身子，仲差少少，成功啦，捉住到你啦！这个时候，喂！然后我就咁跌到去坡下，探索完成。K K， 大家等我一阵。O K， 我翻嚟啦，系冇错。呢一度咧玩就玩晒啦，但系佢咧就冇任务嘅，所以就我哋玩一个任务啦，学生时代。我真系顺带打任务，重走秘密嘅宝箱。呢度放咗我个宝物噶，呢个轮胎浪入面放咗啲乜嘢啊？嘿嘿，姐姐想睇啊？咁就俾你睇下啦。然后我打开咗个盒，哇，入面好多嘢啊！OK， 唔好意思，翻嚟。呢个系我整咩轮胎浪嘅银包。
点解会装喺保险箱入面噶？你想用嘅话就用啦。唔系啊，我唔想用啊。点解啊？你唔中意咩？先至唔系啊！我最中意姐姐整俾我嘅银包啦，所以我想爱惜佢，唔想整污糟佢啊！我想永远将佢当系宝物咁对待啊！林太郎啊，多谢你咁中意佢啊，我好开心啊！但系我都希望林太郎你可以用佢啊。既然姐姐咁话嘅话，我就用咯，我会好好咁使用噶，然后珍惜佢一世噶。点解我系觉得佢只手断咗？多谢你啊！呢个破图有少明显啦吓，任务完成，似我相差。K K 轮胎落翻嚟系最靓仔嘅，嘻嘻。咁我哋睇睇先。未喎，仲未夠喎，我哋打多轉先啦，我哋打多一個，要打一個，打都係打有卡嘅，呢個好啦，我哋要用梯圈啦，之後呢度進行恢復。好啦，緊張與不安 ，start。我覺得我好快就要課金噶啦。唉，點解會流眼淚呢？姐姐，好似喺度講緊啲乜嘢？媽媽、爸爸，我哋再過幾日就會同你哋見面噶啦。我會去爸爸媽媽。在这里的地方，然后大家又可以再在一起。姐姐，轮胎郎，我做一条，你没事吗？没事的，多谢你关心我。我觉得只要美宝小姐和游先生死了之后，我就有种感觉，这个游戏真的开始了，我们没办法再分回转头了。我只有思考一点。对不住啊，如果被其他人见到的话会被人怀疑的。我去一去隐藏房间，将眼泪抹干净。姐姐发现道具。Kia。我都好紧张，好不安。K K， 咁咧应该用晒啦，冇记错嘅话应该冇啦。系冇错，已经冇晒啦。咁好啦，我哋今次嘅恶狼游戏就玩咗咁多先。咁我哋喺下一次嘅特别游戏故事入面再见，拜拜。